对繁星之间。硝烟浅浅，让我像云中飘雪，用冰清轻轻吻人。百出一波一浪的缠绵哦，电视机。周深的嗓子里住了几个人？2060带你一探究竟。听到周深歌声响起的那一刻，头皮发麻，忍不住尖叫，但又要克制住尖叫，因为不想错过这个声音。上周五晚，周深空降2060新环城，并在现场一人分饰四角清唱《青蛇》主题曲《流光飞舞》，惟妙惟肖的表演惊起现场蛙声一片。周深的接梗技能点满了刷屏热搜，引发观众热烈讨论。2060带你一探究竟，分饰四角清唱《流光飞舞》，任谁不说一句人间绝绝子。节目开场，见证官周深在唯美的未央城里泛舟而来，演唱了一首《浓情淡如你》，优美的曲，诗意的词儿，周深的歌声凄凉悲壮，又柔情似水，痴情迷恋又见英雄豪气。一蓑烟雨遮情淡如你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欣赏周深的表演，太震撼太美了，林永明感叹道。更震撼的还在后面，节目中周深成功被 VLIFE 电视机带跑偏，可以用巨龙、小女孩、少年、国王的声音唱一下《流光飞舞》呢？用巨龙、小女孩、少年、国王四种声音全新演绎了《流光飞舞》，小女孩的呆萌可爱，国王的高冷威严，少年的天真烂漫，巨龙的气性拐张，四条声线切换自如且毫无违和感，显现出周深的实力。节目播出之后，周深的接梗技能点满了迅速抢占热搜，他的演唱 cut 在抖音、快手等各大短视频平台形成刷屏之势，想美声就美声，想流行就流行，想戏腔就戏腔，真正做到了无框亦无限。无论服不服，这就是天赋异禀。周深的歌声在这个古风场景里妙啊，观众们纷纷留言感慨这绝美的舞台。 VLIFE 放大招了，还有什么惊喜是我想不到的？上周的节目中，领航员白举纲、宋雨琦、曹普领衔的三大战队集结完毕，九位 VLIFE 将为团队而战，组队竞演上半场。电视机、林秋、云悠悠率先披挂上阵，他们在单人舞台比拼时候频频亮出大招，为观众奉上了一个个诚意十足的惊喜礼包。2060带你一探究竟，电视机从周深的达拉崩巴获得灵感，一人分饰三角，将流光飞舞演绎成了一出音乐剧。在你身边静静看着流光，让我像云中飘雪，用冰清轻轻吻人。白素贞，你触犯天条，你们舞台之上，他一会儿是为爱执着的许仙，一会儿是飞蛾扑火的白素贞，一会儿是不通人情的法海，用喜剧化的形式完成了悲剧的内核表达。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 VLIFE 舞台，因为它里面做到了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比如像腾空再飞出几个剑，再去具体表现一些情节，真的是我们做不到的。次元破壁机，周深2060，一人分饰多角演唱《流光飞舞》。次元破壁机，周深来到2060这个节目之后，综艺技能全方位点亮，惊喜不断。果然，有周深在的地方就有欢乐。节目的名场面就是周深一人分饰多角，自由变换多种声线演唱歌曲《流光飞舞》，声音惟妙惟肖，使在场嘉宾震惊到通通变成表情包。
周深的唱歌实力真的是没得说。周深在说完感受到电视机的机芯时还吞了吞口水，要被周深笑死。说到了你的机芯，不会你饿了吧？听到电视机唱达拉崩巴时，周深的反应真的好好笑，与电视机梦幻联动合唱了名曲可还行。除此之外，周深与悠悠的互动可以说是十分欢乐了，接梗接得太牛了，最佳捧梗非周深莫属。配合一下，哇，好好笑，哇，好好笑。调皮周深再现挑拨离间，没想到有一天周深会被虚拟人物怼，一脸骄傲的对着悠悠哼一声的操作，属实很周深，幼稚又可爱，大家快要被这对相声组合笑死。这一期真的是从头笑到尾，周深太适合这个节目了，他甚至自称要跟二次元人物们一起回到二次元宇宙，地球人首先表示拒绝。周深全程的表现都很精彩，微表情更是十分有趣，喜剧人上线，欢乐不断，还能生动还原白巨人。这一期的节目有周深的参与，简直就是锦上添花，大家之间的交流十分有趣，表演的节目更是一场视觉盛宴，值得好好观赏。